第二十六题，小恩在实验中使用伏特剂测量某种电源的电压，结果如右图。下列何者为该电源之电压？我们看到我们伏特剂所使用的档位是三十伏特，所以我们看读数的时候就要看到三十伏特这边这排的数字。然后我们的指针对过来呢，看到了接到的是二十伏特，所以我们测量的结果，这个电源的电压应该是二十伏特。因此，第二十六题问我们说，下列何者为该电源之电压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二十伏特。